你还有两只兔子，他们挤在一起睡觉，对不对？哪里啊？两只兔子呀。大的兔子一点都不可爱。这是什么呀？兔子呀。金丝熊啊。他们都躲在草里面不肯出来，那是小刺猬呢，那是刺猬。去可以拍土拨鼠啊。拍土拨鼠，这两只什么鼠啊？哎呦，好臭啊！八尺鼠。现在你要不要养一只啊？妈妈抱你看好吗？来，妈妈抱你看。这是小老鼠，小老鼠啊，金丝熊，金丝熊小老鼠，好小一只哦，哇，那个还要小，这个是仓鼠哎，它叫老公公仓鼠，有刺猬，刺猬在这里，哇，这个鼠好小，怎么那么小的呢？这刺猬在睡觉。这老鼠那么小，一捏就完蛋了。好臭啊！小猫咪它在洗脸，上面。在洗脸。小猫咪在洗脸。它在吃饭饭洗脸。对呀、啊。要充一万，天哪 ！Oh my god！ 上面那只呢？茶杯犬。那也太小。尤克夏，这就尤克夏。那你充这个划算，可以一下子用掉，就要贴800块。对，售价是不在茶杯扣的。哦。不包括的。哦，单买的。小贵宾，来，小朋友让一下好吗？收下，收下，来。喝奶奶。喝奶奶，我要喝奶奶。小河豚，你能跟美容师说一下小棕在家？不服。嗯，好灵活。你在家里根本抓不住它。袋子。袋子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哦，站起来了。它站起来也可以摸的。我以为它会咬人呢。它那么温顺啊，你摸它，它居然不反抗。它可能认识了吧。总觉得这个东西很有野性的，因为它野外生存的呀。你敢摸吗？不要。敢不敢摸？转过去。你听得懂我呀？我。
怎么感觉像训狗一样？那他智商没狗高。走吧。喝水喝到现在，那么渴。还要喝。哇，站起来了。Ooh.